中年男人的情感经历，这种女生会让人一生怀念。人生分很多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含义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有些越活越明白，而有些人则越活越固执。感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道复杂的命题，需要花上大半生的时间去学习爱，然后学会释怀。以前有朋友问我，婚姻为什么有七年之痒之说，我是这样解释的，七年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。婚姻在经历这样的岁月后失去了新鲜感，每天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可以预料的，我们不再变化，而外面的人却一直在变化，所以很多人的心就会在这种时候被轻易左右，做出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。我特意做过类似的采访，问过好几个犯过错的男人，为什么人一到中年就容易犯错。其实一个人的回答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他说那种只为钱的女人根本打动不了他们，所谓长得漂亮，人也没法让他们动心。经历了大半生，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尔虞我诈，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的对你，知道什么样的人假装真心对你，实际上却把你当成傻子一样耍。这个阶段他们收入稳定，家庭稳定，外部没有太多需要他们担心的问题出现，所以这个时候生命中一旦出现一个什么也不在乎，真心对你，但是也从不拖泥带水，不会影响你家庭生活的女人，他们往往没法控制自己的冲动的心。中年男人最看重的是家庭，但是也最不想回家的人，这样的女人往往填补了他们这方面的心理慰藉，但是这样的人也会往往让他们越陷越深。如果这样的人有一天离开了，他们会疯狂的对比，疯狂的发火，将所有的脾气都发给自己的结发妻子。如果不离开，结局更惨，他们最看重的家庭会被破坏，而他也得不到这个他自以为正确的人，然后用一生去怀念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男人千万别犯傻，尤其是走到中年更不能犯傻，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家庭、结发妻子。要知道，如果他没有家庭的羁绊，他何尝又不能活成你倾慕的模样。你要记住，最爱的人始终都在你身边，行错半步，一生都没法去弥补。